欧猫不会叫你，随便一站都好帅呀。21日傍晚，朴叙俊出席在首尔举办的名牌活动，他一身休闲的深蓝色西装 look 绅士但不死板，又不时露出腼腆微笑，实在太圈粉了，好想报名应征小秘书。当然也有不少明星应邀前来，正妹以气质裙装出席，配上美貌仙气十足，一出场就开朗和大家打招呼，真的好可爱啊。